韓劇花樣男子嘅女星巨衛線呢日就現身香港機場，準備出席藝術嘅畫展。哇！見到着咗粉紅色冷衫嘅衛線，一啲架子都冇，仲自己親自拉行李添。既然佢喺韓國人氣咁高，有同胞見到佢，咁就梗係第一時間拎住部相機嚟影相啦。不過見到衛線就好似有啲怕醜啦，成程都攞隻手揞住個嘴，只不過唔知點解見到佢越怕醜，就越覺得佢有藝術嘅氣質啊！